这是弹幕最 NB 最有用的一次，全网跨平台摇人助力老 RNG 重聚。自 S9 之后，属于那五个人的 RNG 战队成为了回忆，严君泽、香锅、姿态、恶罪相继退役，那只老 RNG 成为了多少粉丝的意难平。而之后出现的 GNR 也因没有物资少了很多味道，除此之外几乎很难见到香锅、物资、君泽联动过，而这次却是史无前例的在弹幕的助力下竟然重聚了。谁在说弹幕只有黑子、白子和串子？这次弹幕是最有用最 NB 的一次。兄弟们，你们弹幕去组人，你们能喊到五个就有我，好吧，你们去喊，你们弹幕能喊到五个我就来。我们没人，观众朋友们喊人去，我看观众朋友们到底有多大的威力，喊不喊得动五个。现在我这里过关了，你们去喊另外四个，看一下你们有没有这个威力喊到另外四个，好吧。我真的，我这儿我过关了，你们再去喊四个，我们就弹幕联系，你们就直接去人家直播间喊，我看你们能喊到哪四个。我就在这等着，我一边喊服一边等你们摇人，你们加油，你们摇人我等着安排。物资找我五排吗？人呢？我在，我真在。猛猛带节奏是吧？而且他微信都没跟我说的，说让弹幕喊四个人组牌是吧 ？NB 经典弹幕摇人还是有一手的呀，弹幕找到谁了呀？那怎么感觉两边钓鱼啊？在人齐了吗？上 YY 吗？我微信都没有人扣，我就上 YY 了吗？我操！还有，我第一次听说弹幕摇人的兄弟，真有弹幕摇人啊？没人呀！我操！我们两个。叫不到人，这种没提前叫不到人的，摇得到谁呀、啊、兄弟，真摇得到吗？我把物资自己都在播呢，都在打韩服。哎，等下次直接找人嘛，真的。我打完别开，我希望我打完两盘或者三盘的时候，你们真的能摇到第二个人甚至第三个人，好吗？我不信你们能摇到五个，我真不信，你们最多摇到两个，其中有一个还是麻辣香锅。除了麻辣香锅跟我，你们摇到第三个，我觉得可能性很低。就缺我的经典弹幕发言，就缺我了。哎呀，我微信跟物资沟通过了，他也没叫人，打不起来今天。哇操，全是经典兄弟，等我答应了你们再去摇吗？这么会吗弹幕？哇，弹幕全是高手兄弟。我们现在严君泽跟香锅是确定的是吗？我操，我感觉你们在骗我，我去问一下。这两个如果都不确定，那我就直接开排位了。我先问一下香锅。哎，怎么说这个已经组好啦？五个人已经组齐了，我的弹幕说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来来来来来。不是、啊、严君泽微信名是什么？我没备注啊。咋说呀，他们弹幕跟我讲已经组好了组牌啊。真弹幕摇人啊，太牛逼了兄弟。哎，任而组还真的是弹幕组的，我讲实话，被弹幕他妈硬组起来了，真的是弹幕组的，我操了。真的，本来开播前我就不用再说了，说今天都没约好人，下次再搞。妈，叫弹幕硬组，不懂就问。你们接下来还准备找谁啊？物资喊你组牌，真的假的？传话我不信呀，但是我没有物资微信啊，我也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呀。刷的周淑怡，我也我没有周姐微信呀。谁有周姐微信？问一下他有在直播没啊？我有他老婆微信。如果他要找我的话，让欧咪咪给我发微信好了。让我媳妇儿叫他，我去看一下周姐直播间啊。你们感觉你们都在，人家不会是真的吗？你去阿 B 看，人家不会是不好意思来想拒绝我们，但是你们硬让人家来吧？我问一下他。哎，他加我微信了，我操！欧咪咪推的我，人傻了。他加我微信了，我人傻了。我这把云顶打完，可以来。不姐要来是吧？那还要找一个中单，那中单得稍微有点强度的。
不然强度实在太高了。姿态最近没直播啊，不然姿态来感觉挺有效果的，只能说是九哥哥，我问一下他，人家有在直播吗？我操，真叫我了。啊，行，我上号了，那秒了，挂机了啊。来了，秒了。你看我说了，你微信叫我，我直接上号。来了，直接戴耳机，人呢？哇，我们就三个人吗？等你半天，兄弟，直接上号开了。嘿、hey, ，我们这么专业吗？哎，随便玩玩。还有一个是宝蓝吗？我辅助比宝蓝，怎么讲？实力可能没有不比宝蓝强。但是强度绝对不比宝蓝差，真不骗你，他实力可能没有宝蓝那么强吧，但是他的强度绝对不低于宝蓝。哎，他们这边说的辅助是周姐是真的吗？真是啊，真是啊，所以我说我们的强度很高的呀。确实，周姐上次辅助你的话，我记得狗哥五杀了吧？对呀，你想想，我这个排位我都一直说周姐不在，我都那个感受不到有辅助保护我，周姐。什么打团什么都不干，就站在 AD 旁边，技能都要一起吃的。那确实没毛病。